我是最后一个吗？你是最后一个。我这样，所以是你一个人独享。你怎么可以为了吃不择手段？喂，我告诉你，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，我超头痛的，好不好？我一个人怎么杀八个啊？你知道那种，你知道那压力有多大吗？超难的，但还好我过。那你知道你怎么死的吗？被你贴那个啊！哎，你有看到？我有啊，不是摸到就挂，没有那么容易啊。要贴那个，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所以我才会离你很远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死的、啊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事情都到这步田地了，这送你。我不要，那可以反贴他吗？让他死吗？这样会不会大家一起 share 那个？一个便条纸，好了，变死亡贴纸。啊，你我想你不要浪费，因为这还有很多张可以用。不是，为什么没有二？为什么没有二？我找超久，你该不会有二吧？我一张啊。那你还不跟我换？你跟我换你就输了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我跟你讲，下次有机会再来这里玩，好吧？我不要。等一下，我那个乐色要拿。都杀完了吧？嗯，对。哇，你获胜了。啊？你获胜了，然后回开场区。不，没有太多印象。没有太多印象，到开场区，这真的很难啊，这真的很难。成也他，败也他了。